没有支线啊，对啊，没支线，他们说没支线，走，找妹妹，妹妹，看来只能直接去学生会了，去跟学那个会长讲话，嗯，哦，这里，会长在这吗？哎，马奇亚斯，你有找到吗？我四处问过了，不行啊！看你妹妹没在这里，是这样啊，血月很大，她至少一定在某一处，去其他场所找吧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她搞不好就躲在旧校舍。嗯，你们有找到吗？我能跟她讲话吗？黑头发的女生啊，应该没有，我想应该没有那种可爱的女生来过。我也是黑头发的，其实我蛮像我家人的啊。啊，利恩，你们都是黑头发，我第一次觉得我头发这么黑。我们直接去找那个学生会长。哎呦，这里哎，这里有事哎，来，怎么了，李恩同学？那么慌张的样子，感觉好像被逼到绝境一样。会长和安杰丽卡学姐，其实那个其实向老人说明正在找妹妹的事情。叮，咦，李恩同学的妹妹，没错，你们在这里有见到她吗？他们在房间里，怎么可能？抱歉，好像没看到呢，因为我在这边稍微闲聊了一下，是这样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是那间圣雅斯特莱卡的学生，还有着一头如瀑布般的直黑发、黑长直，有没有？萌的因素，萌的三元素，有没有？黑长直，又是林恩的妹妹，一定是。既熟女又有品格，如花似玉的美少女吧？嗯，所以规则是找到的人可以好好疼爱她吗？你要疼爱就送给你好好疼爱，没那种规则。小安真是的，不好意思，忍不住。总之，我们也帮忙找找看吧，用我的倒立车绕学校一圈看看。真是的，学生会也会使用联络网来问看看的。找到之后马上通知你去其他地方找找看吧。非常谢谢你们。能问的都问完了，又回到学校大门哦。他要走了，其他人要问吗？艾玛在屋顶呢。屋顶，艾玛，你为什么在屋顶？噔噔，艾玛，艾玛在哪里？在这里。你在看什么？班长，你在这里找？你在这里偷懒哦？是啊。因为我想说，他说不定回来了。不过我看来还是在其他地方，得快点把他找出来才这样啊。抱歉，那你添麻烦了，我会去其他地方找找看的。好了，不问了，不问了，该问的都问了嘛，重要的都问了，不重要的就不问了。回到旧校舍前方，结果妹妹就在众人在学校里面找了这么久之后，妹妹就出去了。喂，我们去追她吧。我们走出校园嘞，妹妹，妹妹没有吗？真伤脑筋，回城去了吗？总觉得应该是还在学校里面。哟，後輩，何してんだ？哎呦，50块学长吗？哎呦，真的，50块学长，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。洛克学长，我在找一个人，什么是七班的同伴吗？还是被二年级的女生告白陷入麻烦了，不，都不是，不是，是我妹妹，不是这个学院的学生。哎呦，你有妹妹啊？我直觉还以为你是独生子呢。我是养子，其实还蛮像的。那个刚才是那个女生吗？穿着帝多圣卡斯特莱雅的制服的黑色长发的女生吧？对啊，她怎么知道？你有看到？嗯，应该就是。你在哪里看到的？刚才我看到她学校后面的路上和一个白色衣服的人讲话哦。学院后面的路上，就是那个很嚣张的一年级海恩斯小少爷啊。哦。就是刚刚那一个，我刚才看他很失落的坐在椅子上啊。ユミルの領主が拾った羊も知れぬ不老之ごときや。哎呦呦，那家伙，哎呦，
所以我们要冲到后面了。这么多人在找都没有找到，妹妹怎么那么会躲？你是神隐飘袭哦！这样走都没有被人发现。自分ばかり押し殺して。哎呦哎呦哎呦！他要走去哪里？私のバカ。いつも素直になれないで。哦吼，出来了没？点点点，这里是哪里？迷路了。君は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一见钟情。聖アストライア女学院の制服だったか。哎呦。どうしてこんなところにいる？因为来找哥哥的。すみません。真。いや、別にその責めているわけじゃないぞ。そうだ。せっかくだし名乗っておこう。僕の名前はパトリック。パトリック・ハイアームズだ。这是在搭讪吗？聞いたことくらい。对呀、啊，这是在搭讪吗？没听过。海恩斯家哦。お初にお目にかかります。初次见面。シュバルツァー男爵家の娘、エリゼ・シュバルツァーと申します。我就是舒华者的妹妹，好不好？エリゼか。いい名前だな。他完全没有意会到他的哥哥叫黎恩呢。待て。想到了，想到了，终于想到了。シュバルツァーというと、リン・シュバルツァーの妹か。没错。はい、リンは私の兄ですが。眼神变了，眼神变了。よりにもよってあのいけつかない男の妹とは。你要入罪吗？養子ということは血は繋がっていないわけで。是啊。どうやら兄と何か確執が終わりのご様子。ご不快にさせたくありませんので失礼いたします。要走了。跑掉了。哎。いや、別に不快ということは。点点点，这是什么什么剧情啊？喂，说去吧。那边是旧校舍，果然跑到旧校舍去了。哎，讲完了。学校后面那条路，那个方向是……哦，旧校舍。来哟，后輩。过来吧。見かけた方向に案内してやっから。嗯，我们要去旧校舍后面呢。噔噔，还好这个大门有锁起来，他不会自己可以破门进去吧？我刚刚有锁吧？哇，这个八字眉太经典了！呜，跑到哪里去了？这栋建筑物平常应该是上锁的，结果没锁，为什么？派崔克。哎，是你？喂，艾莉谢怎么了？该不会是像我那时候，你缠着去，缠着他还威胁他吧？哦哟，我没做那种事，我只是看他含着泪，所以问他怎么了，然后他跑到这里，很担心才追过来的。李恩，不要这么凶，跟人家道歉。的看来的确是来到这里没错吧？你不过会不会是你每个月都去探索的旧校舍呢？我刚才把门锁锁上才对，怎么了？门锁掉了吗？开门了！哎，为什么？咦，没锁好。怎么办？不久之前又要重播了。妹妹为什么走进来了？妹妹真的很多事哎、欸，很烦哎。这里是没事不能乱闯房间，你不知道吗？
虽然没上锁，但这栋建筑物是怎么了？有铃铛声呢？他被小猫吸引了。哎，猫，你是小朋友，拜托，会追着蝴蝶跑，还追着猫跑，我天哪！啊，原来是猫偷开门的。一定是那个，一定是艾玛，哎，一定是艾玛偷偷把门打开的。这是机械，可是看起来走过去哦。他不会就忽然按到那个吧？第四层，那只猫去了哪里了？看起来没什么地方可以躲藏啊！哎呦，有字，下楼了。咦？啊！坐个电梯而已嘛，不要叫的好像被……没事，继续继续，到下面了，没问题啦。那个大魔王我都干掉了，原来是升降梯啊。降到了蛮深的地方了，红色的门，结果摸一下红色的门就开了。妹妹要开红色的门了，真的还假的？妹妹有这么神哦？妹妹为什么打得开，其他人打不开啊？红色的门，这装饰也太大了吧！哎呦，开门了！为什么妹妹打开？第四层拘束解开之后的初始化完了。咦？启动者候补人形波长可已经到半径50公尺，即将展开第一道的试炼。妹妹要试炼了！呜呜呜！里面有什么人？软脚了，马上瞬间软脚，妹妹要被砍了，上升了、欸，升降梯就这样上去了，呜呜呜！妹妹很厉害、欸，艾莉谢在哪里？你不在这吗？真是的，为什么我要？有妹妹惨叫了，艾莉谢惨叫在里面，走走走走走，冲进去，不会要打吧？没有升降梯耶、欸，下面这里是，虽然听过，原来里面长这样，升降梯来了，上来让我们下去救人哦、喔。走走走，快啦快啦，你们赶快跑进来，不要犹豫了，要到下面去吗？欸，小少爷，我们一起走吧，不要叫我小少爷，快点进来，救人还在那边讲一些无微博，哎，赶快下去。哦哦，要下去了，要下去了，第四层。妹妹倒地了，妹妹被挥了一刀吗？巨大な甲冑、哦，要砍下来了，妹妹应该被轻轻的扫一下应该就会死吧。哦，要爆发了吗？无头骑士，哎，哦，要砍了，噔。哎呀，哎呀，等我们看这个回忆。哇、哦，男主角的特殊能力，什么鬼东西啦？变头发了！哎呦，头发还变白色的、欸，这哪招啊？
哇！